港电影导演会2017年到最佳女主角爆冷，真系爆冷。黄金花、吴俊君，仲有空手道邓丽欣，恭喜！我真系冇谂过，其实我好惊，头先我想望住索命，然后输咗嗰阵时候咧，就岌低个头，我都冇当一件事啊！我唔知讲乜嘢，因为咧，其实我好唔啱啊！我老公林丁平有一票嘅，但系咧，我冇帮佢投啊！點解我冇幫佢投呢？就係我覺得佢家下佢又冇話俾我聽係投我啦，當然咁冇理由我寫落去投我噶嘛，所以我就將嗰個表格抌咗，跟住就個個都話我啲黐線嘅咩，一票就係一票，你明唔明啊？我才可以跟你一起上来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系啊，我后悔投票，投票。喂，我唔可以咁样答你哋喎，你讲晒啦，拍晒啦，系咯。唔系，我觉得好神奇啊！神奇系我一路都唔信会输一票或者赢一票，我唔信呢啲嘢噶，我觉得赢就系赢噶啦，唔会争一票噶。结果真系今次，点知原来真系会咁样样噶喎？你明唔明啊？所以。我亦都覺得，我點樣講？我真係唔識講。我覺得我個人太公道啊，因為我覺得呢一票係我老公嘅，佢唔喺香港，佢應該自己投。咁我可以其實，如果我問佢，佢都會話咁，梗係寫你啦咁。但我覺得，咁佢喺度就投咯，佢唔喺度就算咯。你明唔明啊？同埋仲有嘅就係唔會輸一票嘅，即係我可以拋你。不是，即是怎么会是一票啫？赢就是赢，都有几票赢啩，不是一票啩。原来真的是争一票就是一票。不过这样就是因为争一票，所以如果一起赢的时候是更加开心咯。睇喎，你好彩毛姐系啊，我真系今次攞呢个奖，我一定要多谢毛姐，多谢佢食饭。真系冇谂过啊！即系我第一冇谂过自己上台啦，第二冇谂过两个一起上台，我觉得系好特别咯，第一次，真系要好多谢奖。所以好即係我覺得，正如頭先我上台講，我覺得即係當然攞獎係好開心同埋好幸運啦。但係我覺得即係最幸運、最開心係攞完獎之後咧，得到好多大家嘅恭賀啊、鼓勵啊，咁即係全部前輩見到我都會恭喜我，同埋即係叫我加油。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好 warm 咯，令我覺得同埋即係好大嘅動力咯。